大家好，我是恩科。今天我们伐牛呢，咪咪说今天陪着我伐牛，我今天不回去了，我们简单一点吃个肚包肉和肉肠。来，咪咪。正好，锅里边还有点冰。就是，上面搁起了肚包肉，我们的玫瑰花，那可像个玫瑰吧？冰里面有个肚包肉呢。对，为了方便呢，水也有了，肚包肉有了，都搁什么米？好，好了，姜葱，好好干活吧，兄弟。咪咪，我忘了搁盐了，你搁点盐。行，我去放点盐。30-40分钟就肉肠就好了，能吃了。1个小时左右就，肚包肉就能吃了。妹妹，你回国几年了？回国已经2-3年了都。约完了吧你？没忘没忘。肚包肉怎么说呀？肚包肉国外也没有呀。那羊肉呢？羊肉叫巴拉尼娜。巴拉尼娜。对，肚子叫日鲁德克。日鲁德克。对。巴拉尼娜日鲁德克。对，哥，我们先喝点汤吧。行，喝点吧。跟你聊点汤吃。现在的自己。先喝碗汤。好，我也去舀一碗。肚包肉也有了，肉肠也有了，汤还有了。不是啊，你现在会跳吗？以前跳舞跳的可好了。会呀、我每天都。你跳一个我看看。不错不错，哥跳的真好。